十多年后，乳癌复发，恐是压力惹的祸。之前我有个案例哦，他才乳癌一期，他追踪17年，就他在第17年的时候，竟然乳癌复发了。他就觉得很奇怪，这种乳癌很早期哦，就追踪很多年复发的人哦，大部分在前2-3年都精神有受到极大的打击，不然就是出现一些重大变故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知道为什么压力大人容易得到癌症。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先生呢？”他说他先生半年过世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